fashiontimes.hk。好，翻到嚟逢星期五晚嘅百鬼夜饮啊！哇，今晚咧系好热闹嘅，其实喺出边。下边好热闹。系啊，下边好热闹嘅，系咯。咁咧，一来就系世界杯啦，应该世界杯都系得我哋呢个台咁热烈嘅啫，应该系咪啊？Will 咪热烈咯 ，Will 唔系啊 ，Will 净系得嗰啲外围波喺度留言嘅咋。啊，系嘅咩？系啊，得嗰啲赌外围嗰啲外围佬喺度铺嗰啲，哦，系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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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睇过一次啊，然之后系嘅咩？系啊，洗版啊，唔知喎呢个。前几日拉嗰啲系咪关事噶？哦，我唔知啊，呢啲啊，我撇清急，撇清先。个六个 KOL 系咯，系咪关呢啲事？一站女网红啊嘛，系咯，可能系啊。我唔知咩事啊，嗰个。好，大家帮我睇下听唔听到，睇唔睇到先啊？系咯，系咯，系咯。如果有睇到听到嘅喺chat room 度留言啦。咁啊，呢个时间都讲下啦。今日开始啊，其实《二月时报》开始咗呢个圣诞嘅开仓，系啦系啦。去到八号好似系咪啊？好似系。而今日开始嘅十二点有得开噶。系啦，听日又系十二点可以开始嚟噶啦。去到八点嘅。八点。去到八号即系星期几咧？礼拜四。礼拜四下个礼拜。系啦，应该就系礼拜四，我记得就系一个礼拜啊嘛，咁样系咯。所以咧就快啲嚟买嘢啦！呢两日啦，尤其是呢两日啦，就更加趁早过嚟买啊！买定啲酒平安夜用啦，系咯，有酒买啦，嗱又可以买圣诞礼物啦，嗱你交换礼物。通常都要嗱，我今年又要玩啊！$200内，哦，$200内，有咩好多选择嘅呢度$200内？系咯，酒都一支都好似得。系啊，嗱，我买 cocktail 嗰啲炮谷都 OK 啦，因为我出钱一丁，唔好咁衰，真系抽奖交换礼物。唔系嗰啲举药面都啊$15包。你要买几多包先$200？买十六包，好聚好聚手啊！真。买廿六包啦，买咗十哇，$200楼下系咯，总之过嚟买啦，至于茶国嘅茶啦，系啊有啊，我今次变咗做茶家，好多同事托我买，因为我成功请到啲同事觉得好饮，要入货啊，跟住佢哋就唔肯嚟，就话阿 wing。你不如你都翻开嚟啦，不如你帮我买，跟住我变咗拆家，我变咗做拆家。今晚咁光猛，系啊，嗰个眼灯太近啦，冇计。系今日好光猛，系咩？等我转佢先。好近啊，因为我转佢睇下得唔得先。唔关事啊，呢度人多啊，呢度推得好近啊，意思系啊，呢度个 cam 推得好近。哇，阿 wing 飞起咗啦，系咯。你我转另外一盏啊，系咯系咯系咯，凌空得翻支咪喺度，咁系啦。总言之，大家多啲过嚟帮衬啦，咁就系买茶啦，买咖啡啦。听日咖啡师个 friend 会过嚟冲咖啡添，好似咁。然之后好似礼拜日阿和就过嚟卖肉，我是逼肉啊，系咯。系啦，系咯，就系咁啦。咁今个礼拜咧就大致系咁啦。咁就有好多黑白电视啦。咁而家就系嘛？咩叫黑白电视？系咯，要转晒黑白啊嘛，要。哦，系咯，系咯，咁我终于跟到啦。要排队嘛，去嗰度系啊，要排咯。我琴日喺个面档食嘢嘅时候，佢系播紧无线噶嘛，我竟然俾佢访问到，我觉得好劲，佢竟然可以访问到一个
貌似后生仔。咩叫貌似后生仔？应该都系后生仔嚟嘅，但系咧，然之后咧就话由细都好欣，由细到大都好欣赏呢个领导人。吓、啊，好犀利！但系如果以佢嗰个后生程度，应该佢出世嘅时候，嗰个人已经唔系多唔系执政嗰、那个，系啦，系啦，系啦，一来已经系呢啲啦，咁、哦、即系其实已经好总言之好，我谂有趣，我觉得可以，居然俾你咁捻样揾到个人。咦？有人问我赚咗几多？赚咗几多？我中介啊，冇啊，免费噶，我啲居马费都未必有啊，俾你听。即是那个后生仔是读历史书的啫，可能是他是很感动的人哋，是咯，咁样咯。但我觉得最神奇是我那日转动那日，即是昨日，是啊，我想去天文台看下几多度，是啊，都转各区分区一开，咦，点解黑白嘅？我手机坏咗咩？吓，跟住再碌落去。咦？点解全部都黑白嘅？我做手机真系坏咗，即系再去翻学校开个 browser 睇下。吓、啊，唔系、啊，连嗰个分区地区嗰个都转咗黑白。我话搞咩啊？天文台好多都好黐线。跟住然之后话，咁我点睇啊？如果佢落雨嗰啲等颜色嗰啲。咪全部都灰色啊！系啊，想点啊？完全唔知佢想点。咦，系而家睇上去都系黑白嘅。唔系，佢而家改咗嘅。中间嗰啲分区嗰个地图变翻彩色噶啦。但系啲广告位嗰啲都全部变翻灰色。但系我嗰日睇咧，系连中间彩色嗰个位咧，而家即系分区气温啊、降雨量嗰堆咧都黑白埋。我就谂紧，我点睇啊？哦，雨量分布图嗰个都系。变翻彩色嘅，而家后屘变翻彩色，我怀疑系咪俾我呢啲人闹？咁佢系黐线咗啊嘛！我点睇啊？系咯，就系红绿灯都要用黑白色噶啦。系咯，系咯，系咯，系撞车噶。Jack Wong讲嗰个好正，系啦，系啦，然系啦，即系总言之，哇，好古怪啊！唔系最正系咩？有人样嗰啲。有人样嗰啲相，然之后都全部黑白劲啊！呢啲，我知啦，系啊，开心啊！点啊？呢啲如果系秦始皇咁样要一齐，系啊，咪如果啊，如果我系做嗰啲红卫兵嗰啲啊，屌你，我实攞捻出嚟批啊！佢哋嗰啲人啊，即系搞个网页嗰啲啊，屌你老尾，唔捻死有鬼啊！而家点做我唔知道，系咯，我唔评论，我即系净系影响到我睇唔到。唔系啊，话将啲领导人有相嘅都变翻黑，变埋黑白都几危害国家安全喎。其实，知我唔评论佢，我净令佢睇唔到啫。系咯，实在太古怪啦。系啦，咁样系啦，只不过有啲咁嘅事啦，咁样我只能够讲人总系会死嘅，咁样系咯，咁啫嘛。咁亚视当年，亚视当年都系咯，早报咗佢嘅。亚视冇复活咗啊，但系亚视死咗啦，又死过啦咩？死咗啦，死咗几多次？唔知啊。系咯系咯。咁而家咪寿终正寝咯，真系。系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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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咁系咯，一个关于。大陆啲嘅鬼故啦，咁讲。你咁样硬入落去，系我都识硬踢噶，除咗泽文嗰啲硬踢之外，人都压泽文嗰啲食字啊，阿南系食字入噶，你连食字都冇。我唔食噶，我近近时佢其实做开都系噶，我都系不嬲都系好硬骨咁就落噶啦嘛。你讲开骨，我讲个骨矿啊鬼故你听啊。真噶？唔系假噶，下次有机会。系咯，系咪啊？好啦，交俾你啊，大陆鬼故。因为阿福个朋友咧，其实就其实同阿即系同阿伦咧就好多年朋友噶啦。咁咧，其实喺之前咧有一年咧就阿伦咧就生意即系嗰啲周转不灵啦，就拣咗个自杀去结束自己嘅生命。咁咧。在阿伦的丧礼之前有一晚，阿福呢就梦见到
即系阿伦个佢同佢讲啦，咁啊话阿福阿福，喂，可唔可以帮我搵翻个影啊？如果系啊，搵翻我个影啊！如果搵唔翻嘅话，我就永不超生噶啦。吓、啊，咁但系咧，阿福就系、是、即系想回应佢嘅时候就砸醒咗。吓、啊，咁佢当时咧亦都系天光啦。咁咧佢只不过模模糊糊记得个梦境啦。咁佢一路嗰日仲要开工噶嘛，即系各样都有啲心绪不宁。咁去到收工嘅时候要去阿伦嗰个丧礼啦。咁然之后咧喺灵堂嗰度咧，佢就见到阿伦个老婆、哦，咁就同佢倾倾少少偈咁啦，即系话晒都过咗身啦。咁然之后就讲起佢琴晚发梦见到阿福、哦。吓，唔系见到阿伦喎、哦，系阿伦对阿福即系一，唔系阿福见到阿伦。O K O K， 咁咧就话讲起嗰个梦啦，咁然之后咧，佢老婆咧就同佢讲，咦，我一路以为我谂得多咗添，谂得多咗，吓、哦，咁佢答咗佢一句咁嘅说话，咁跟住咧就讲翻起咧，佢一年前咧，其实阿伦咧喺大陸嗰度咧，一位啲唐伯虎啊，即係嗰啲親戚啊，即係佢唐二伯啊。哇！哦，我以為係講四大才子唐伯虎。點啊？佢唐伯虎，唐伯虎，哇！好疏遠喎、啊，呢、這個親戚關係。都唔疏噶啦，伯虎嘅話。但唐喎、啊。係啊。一唐就疏咗一格噶啦。嚇、啊，疏少少啦。咁然之後咧，疏咗一格，好遠。翻到去要即系屋企都会叫佢要去即系过去参加嗰啲丧礼啦，嗰啲日子咁。然之后咧咁佢嗰个即系仲有落土葬噶。大陆梗系有土葬啦。系啊，大把地方嘛咁。唔系嘅，嗱咁拆开你。近呢十年，即系我冇翻呢十年之前咧，已经好多都唔俾你落土葬啦，特别广东地区好多咯。系你嗰个应该系在之前类嘅啦，系 啊，一段日子啊。好啦，我打岔开完啦。系啊，咁佢就话嗰日落葬嘅时候咧，就喺下午三点几左右。系吓，咁、啊、因为咧个太阳有啲西斜啦，咁咧即系嗰、那个殡葬嗰啲师傅咧，当地嗰啲啊，就同佢哋提醒佢，就话喺正式落葬嗰时唔好太近，即系唔好企得太近。嗯，哦，吓咁咧，但系咧当佢要落葬嗰时，要将啲泥沙整落去嘅时候咧，唔知边度嚟咗一阵怪风，咁咧就卷过在场的人啦，即系掠过，咁、然之后吹到沙尘滚滚啦。咁沙尘滚滚之余咧，阿伦咧竟然俾个风吹到碌咗落地，吓碌咗落地，甚至乎佢跌咗落去个窿嗰度。咁恐怖？系啊，咁佢都觉得哇咩事啊？咁嗱嗱声，即系瞓喺白布上面噶咯，变咗。因为冇讲到实在跌咗落去边个位置。即系总言之，有啲空间噶嘛，咁、但系佢都喺个嗱嗱声爬翻上嚟，咁就背住咗个阳光嗰个爬上嚟，吓、啊，咁然之后爬上嚟嗰时咧，佢就佢有 delay， 佢就见到个自己个影喺个即系喺个个窿嗰度啊。我个影喺个窿喺个雾窿度啦，系啦，而同一时间冲口而出就讲咗，哎呀，差啲咧就同你一齐死啦咁样，讲句咁嘅嘢啊，吓，咁然之后咧就喺地下咧，就执咗啲沙，执咗啲沙，点解要咁？执咗啲沙，然之后撒翻落去，吓，西人嘅葬礼系咁噶嘛，系咪？可能系啦，但系佢就撒咗落去自己个影度。但是他已经在大陆做葬礼了。是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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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即是那里即是神推鬼拥，他不知道的。其实他也没有怀疑是什么。那当时呢他那个有个姑婆就立刻嗱嗱声过来扶起他啦。那然后呢一边在那里讲着八无禁忌八无禁忌。
咁其实当时呢阿伦都唔怀疑啲咩嘅，但係其实成个过程呢佢老婆当然亦都係睇住啦，佢都觉得咩怪怪地㗎啦，即係佢老婆当时。咁当晚呢亦都去到夜然之后仲有戒慰酒啊嗰啲嘢嘅时候呢那个姑婆即係扶佢嗰个姑婆，咁叫佢臨入去食饭之前呢佢整咗个火盆俾佢喎。佢你都系揽揽个火盆啦、啊，咁然之后咧，但系个个都冇喎、啊，咁佢阿伦就觉得好奇怪啦、啊，咁、哦、即系唯独俾咗个火盆佢，咁佢就又即系觉得好怪咁嘅时候咧，佢都点解我要特别待遇咧？系啦、啊，咁佢就推咗佢，哦，即系佢最后冇揽到，系啊，佢就冇揽到，因为一来佢即系嘅感觉好怪啦，咁、嗯、而。那个姑婆又调翻转，佢都同佢其实都唔系好熟嘅啫嘛，就冇逼佢啦。系啦，就冇逼佢，冇、勉强佢，真系不听老人言啊！吓，可能佢又唔知道自己要做啲咩咧，又唔知道自己出咗事，即系当时亦都唔知道究竟佢揽个火盆做乜嘅。我谂佢都系系啦。咁然之后咧，咁跟住其实我当时都冇事发生啦，亦都咁样。咁咧，但系阿伦同佢老婆咧就翻第二日就翻香港噶啦。咁翻嚟之后咧，阿伦咧就开始行衰运。嗯，系啦，系啊。咁佢首先咧就其实性情大变，因为佢老婆就讲佢喺屋企又好琐碎嘅事咧都会攞嚟嗌啊嘈一轮啊。咁然之后咧。又同啲生意嘅伙伴啊，或者即系 partner 又好，倾紧生意嘅时候咧，成日都倾唔掂嘅，即系点样都倾唔埋烂。系啦，喐下就有啲滋滋作作，甚至乎咧，佢直头同佢 partner 都擦火添。哇！而家嗌到咁夸张。咁然之后就开始沉迷赌博啦，即系喺度赌波啊、赌马啊嗰啲咁样。咁似我哋嘅，你咋？我冇啊。咁佢甚至乎即系将过去赚咗嘅钱都输咗咁滞，搞到有债主临门。嗱咧，严重几多唔关我事啊。咁咧去到有一日咧就感觉到咧。即系阿伦个老婆咧，就系有一晚就感觉到佢一齐瞓觉嘅时候咧，开始成日自言自语啊，即系经常性都会有即系梦中就自言自语吓。咁然之后咧过咗一段日子啦，咁就发现佢有一段咁嘅举动嘅时候咧，就问佢：咦，究竟佢做咩咧？咁佢就试有一晚专登去听清楚佢讲乜嘢，佢原来喺度揾紧自己个影喎，喺度话我个影咧，我个影咧，即系发开口梦讲我系啊，嗰时已经发开口梦，咁嗰时当时佢都唔知咩事嘅，即系第一时间佢都冇醒起任何嘢啦，因为已经过咗一段日子啊嘛，咁然之后咧都冇理到啦，咁。点知过咗一好短日子，佢老公就跳楼啦。哦，去到跳楼啦。系啦，咁而家到佢即系出殡啦，咁嘅时候咧，又见到阿福竟然讲话，佢喺个梦里面同佢讲要揾个影嘅时候，佢就谂起，咦？一年前去佢唐伯父嗰个葬礼嗰度，发生嗰啲嘢喎。但系即系呢一年前，我好难记得噶。系啊，咁佢亦都当场就即刻问下，即系而家即系佢喺嗰个当场嘅堂官啊嗰啲嘢，就即刻揾佢倾偈。即系揾人问下，揾啲识嘅人问下。吓，然之后咧就讲翻件咁嘅事，咁个师傅就答佢：，哦，原来系咁。其实他当日撞了自己的影，撞了自己的影，因为那些泥，他那些泥已经盖了，是啊，他的影是被个太阳照了下去的时候，照了下去的窿的时候，他执起那些沙再扔下去的时候，那个举动是撞了个影，
哦，所以就话唔好行咁近。系啊，其实原本吓，即系不过都神推鬼拱噶啦，佢即系就落葬嗰下就又跌咗落去，系啦，无端端俾风吹到跌咗落去个窿度咁样，咁。然之後再加上佢啲即時反應又咁，即係我都唔知佢個咩反應咁避忌啦，係咯係咯。嗱佢又講咗句古怪嘢啦，係咯，跟住又攞我唔明點會攞扎沙掟落去啦，呢、這個呢真係好好古怪嘅呢、這個真係。係啦，咁呢個師即係呢個師傅都同佢講嗱，雖然咧都幾麻煩嘅，但係佢都可以幫佢處理嘅。咁往後咧，即係阿福講翻呢件事咧，即係。出嚟咧就係其實佢往後咧都處理到件事嘅咁樣，嗯，係啦，就翻上去，但係冇講點樣處理。冇啊，冇啊，冇，即係佢當時只係知道，即係佢做完葬禮之後，佢老婆再跟呢啲師傅再做啲儀式咁嘅嘢咯，做場法事，係啦，係啦。我頭先聽完，我覺得有少少初頭未。聽係個影嘅時候咧，我諗係咪嗰啲三魂七魄唔見咁幾個？哦，係咪之前係咪 Franco Sir 有講過話自己？哦，嗰、那個係一個大病嗰、那個，然之後冇咗一部分嘅靈魂啊嘛。嗯，係啊。頭先我聽到就我覺得咦，好似有啲似佢應該類似嘅嘢，但係佢直頭撞咗自己一個部分咯，即係如果喺禁忌上面就係、是、其實有一個禁忌就係、是、啲其實不嬲都叫人哋唔好企得太近。當如果冚啲泥啊嗰啲嘅時候，如果有個人嘅影咧，係會有呢樣咁嘅嘢嘅。嗯，係啦，犯咗個禁忌，咁佢就一個人自己犯曬。就通常咧，就係、是、有啲人情況其實點樣再不為意啲嘅時候咧，就係、是、企得太近，個影照咗落去，其他人倒沙泥落去，係其他人撞佢咁樣啦。但係香港應該機率細啲嘅，香港少土葬啊嘛。係啊係啊係，呢啲好古老嘅禁忌嘅嘢咯，所以其實唔知亦都唔出奇啦咁講。但係都係可以咁講，都冇理由咁亂說話嘅。嗰句説話都係話差啲同一齊死喎，真係呢啲説話都係唔應該講嘅。係啊，因為對上一次我去真係。一根望住落土葬咧，都讲紧我阿爷落葬嘅时候噶啦。嗰阵我得几岁大，我就见我老豆担翻埋水嗰啲嘅，即系我个脑嘅印象入边。但系你话好详细真系唔记得，因为我去到尾我系有去到我阿爷落葬嗰一刻，我有见到嘅。系，因为我系长孙嘛，记得。我要出现，我要出现噶。系啊，咁就有呢个印象，但系到执骨嗰阵又冇话，又冇话要企远啲喎。执骨系咪唔同啲？我执骨应该另外一件事，系咯，应该亦都冇话指定一定要边个都到场嗰啲啦。通常我长子嫡孙都会喺度嘅，系啊，咁我呢啲长子嫡孙咁啊，梗系喺度啦。咁咪睇住成個執筆嘅過程咯，但真係唔執筆師傅又冇講過要企遠啲近啲，我真係冇乜印象佢有講。因為嗰日我大咗好多噶啦，即係隔咗差唔多十年後噶啦，執筆差唔多十年後先執得噶嘛。我鄉下嗰邊係啦，梗係啦，通常都係起碼七年以上。係啊，我記得我嗰陣就十年嘅，我阿爺嗰個，所以嗰陣就十幾歲啦。因为最主要就是要化晒啦，冇错，所以头先咪打叉你嘅，大陆而家少咗土葬嘅，因为佢哋咧推行紧样，我十年前啦，应该有啦，佢推行紧样咧叫环保扫墓定唔知乜鬼嘢咧，系啊，不嬲都系，就叫大家唔好土葬啦。又不要燒香啦，所以就集中去一些公墓度嘅，即係農村的地方都去曬公墓度，都好多是火葬啦，同埋都係啊，跟住嗰啲就係嗰啲公墓通常都是執曬骨咧，係金塔咁樣嘅，跟住就撞擺鮮花叫你不要用燒香啊嗰啲嘢噶啦，係啦係啦，公墓即係似唔似而家靈灰閣嗰啲都類似類似嘅，但係睇下你嗰條。
叫做系咪村啊？定系再大啲一级？系咯系咯，大啲一级叫咩？村在上啊，县啊，嗰啲县类似啦。睇佢嗰度点搞，系啊，因为睇佢点搞，佢有钱啲嘅就会整到灵灰阁咁成座嘢。哦，即系冇咧，有翻自己个位嘅。系啦，冇咧。就是窮啲咧，佢要擺金塔咧，就整到一梯級梯級咁樣上咧，就整到好高，但係露天嘅。係，我鄉下嗰度就露天嘅，係啊。咁但係一個個金塔擺曬喺度咯，嗯嗯嗯，就會咁樣擺法咯。咁真係睇下你邊度啦，呢個真係睇地方，睇地方睇嗰個村公所定乜鬼嘢唔同啦。係啦，咁啊額外資訊啊，呢啲係誒，不過都 outdate 咗少少，十年前噶啦。因为我十年冇翻过去啦嘛，所以都十年系啊，好耐啦都系啊，好啦，咁啊，今节讲到咁多先，系啦，下节就再睇下夏师傅讲咩先，好啦，长咗啦，系咩？好啦，我哋下节再讲。好。